随他轮呢？我就凭空消失，我很紧张哎。他车在放那边，然后人不见了，那整个马克里面都看不到他人影哎。我完完全全没有看到他的踪影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林董。今天呢还要排一个播，对呀，太煎熬了，我要去梳洗梳洗一下。我用很多 YouTuber 用的方式来变身了，来。啊，这样还对吗？哎，刚整个刚睡醒，这样，现在是有点尖嘛。对啦，其实今天要拍的东西耶，也没什么意义啦，就只是单纯想要拍一个 vlog 这样子。这也是我们Johor MCO 2.0 的第五天，然后家里耶资源不够，妈妈讲说要去买点菜，不然她每次讲每天吃肉啊，吃到很咸啊，就讲说要一起去买菜哦。啊，为什么还要妈妈一起跟着去买菜？因为我每次买的菜都太烂了，就要讲她一起去买，所以我们就出门啦。哎，这个 vlog 我不懂你们看了会不会觉得很贱嘛？因为我知道你们讲喜欢看我拍 vlog 嘛，所以我就这样子拍给你们看啦。妈妈讲真的，没有得出去拍摄，也没有影片拍啊。啊，是啊，这是每个人都这样子拍的手法的，不是吗？先放个相机在里面，在一个地方先，然后再等下从外面进来。好啦，现在我们出门了啦。哎，讲这玩下去了，妈妈又那边讲，那边念了。然后像我妈呢，她也是讲哦，很久没有出来外面看看外面的太阳，看看外面的世界了。哎，她现在有的出门，她心里是很开心的，只是她的脸上没有写，没有写出来吧？看车啊？看车啊？哦。有 Artis， 有 MyV， 有 Lolly， 还有 Vila。到这边就停了，我跟你讲。好、啊、到哦 ，OK， 到这边就停。停住啊！你到这边就停了啊！耶、yeah, ！现在又来到从以前到现在来不鲜的一个 mall。哇！看这里很多店都没有开的楼下，你看楼下的店，哇，这个劲闹，整条街空空闹完哎，看我妈还要爱美到这一步，现在整个摸遍闹我都不懂是这个来到什么地方啊？你看整个晶晶这样啊，给带我们去找一个，很久没有找一个人了，刚好来到这边，你顺便找找他一下，给你们看啊。讲哦，哇哦！完全没有看到这傻佬啊，刚好今天来买菜，几人搞啊？讲哦，会有人吗？现在？真哦，半个礼拜 OK 啦。很多人啊，还是没有人啊？也不是很多人啊，黄单的人就比较多。哦，没有老子来找你上镜一下，其实我们有没有人录东西，开玩笑的。对，要陪老妈子买菜，要买么菜？买什么菜？看喽、哦，来看，你看，叫你出来买菜呗，一直按电话，按，有点尴尬了，很久没样子，自己在外面样子拿片来拍啊，那样子，身为专业的 YouTuber， 哪里可以说感到尴尬啊？那是不是？啊，队长，叫嘛？现在成为一个，暂时成为一个一家之主的人，哪里可以不帮我买点东西耶？MCO 2.0 一直在家，可以买什么东西吃嘞？我看那种年货，以前的时候啊，是跟老豆一起来烧，一起来买，结果现在，哎，我就暂时成了那个一家子，主要自己跟妈妈来买啊。然后我自己不管买什么，他也想到有一个 MCO 2.0 最不可以缺少的一个食物就是什么，你知道吗 ？Maggi 面啊！哇，这也是我的天堂，懂吗？哪里可以缺少 Maggi 面呢？是不是？我本身呢是只喜欢吃两种的，一种是咖喱面，一种是印度面。印度面家里有了，所以我要买点咖喱面，就拿这个五加一的，要拿五加一的比较滑，因为双数嘛。拿这个麦吉面，让我们看到麦吉面的感受。妈可以买个麦吉面吗？妈，你的最爱了，你讲可以买吗？小时候哦，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？
你想要买一个东西，你问妈妈可以买吗？她一跟你讲不可以买的时候，然后你寄给她放回去那种感受，你还记得吗？以前的时候。有咩？没有咩？哇！我突然看到一个我很久没有看到的东西啊，给你们看。哇，狼塞不是哎。自从 MCO 开始，疫情病控开始到现在，因为我本来是有出队的嘛，如果你们有看我的 IG 的话啦，虽然呢我不是那种舞狮啊舞龙啊啦，我本身是一个大萝卜队的啊，那你每次都会看到这种舞狮啊舞龙啊这些啊大头娃娃这些啊，我是很久没有看到了嘞，哇真的很怀念嘞，很怀念出队耶，哇很 Q 耶，那个今年做到了卡通，老少平安，新春大吉，恭喜发财。不过我今年比较想的是疫情消失，嗯，对，没有错。要去找我老妈吃啊，老妈吃不见了。其他人呢？突然间凭空消失，我很紧张哎。他车都放那边，然后人不见了，那整个 market 里面都看不到他人影哎。哎呀，人呢？我完完全全没有看到他的踪影啊！哇，找到了！你去哪里啊？原来我还在看到妈妈。我绕一个整个圈都找不到你哎！你自己找不到吗？对，讲不停啊，乱跑，那藤条哪时候你就知道？我叫你很多人，你都没有应我。哎，乱跑哇！这期可以做个 keep 啊，踩到一半。我妈突然间不见了，你看，乱跑了，跑不进来，装作若无其事这样。我爸一样的买东西买不到，可以人突然间不见掉了。你不会靠到那边抱啊？哦！要我真的报你名字嘞，你就尴尬啊，跟人家。OK， 已经买完了。哦，这有哈哈镜哎，这是脚长的，这看不到我的脸。这是。脚短的，这个，这是头小的，这个，哦，这个是这样子的。哦耶！买菜的一天其实就是那么的，对你们来讲是很纳闷。我老林董江都要拍啥了咩？买菜有没有好看哦？哎，没办法咯，对，让你们见见一下我嘛，是不是？嘿、okay, ，现在买完东西，我打包好料给我妈吃了啊，因为我妈讲啊，我就没有请她吃好料啊，其实她就是不要煮，讲说，外面打包回去吃。妈，你猜看一下，我要打包什么好料给你吃？鲍鱼咯。嚯！一来就鲍鱼，你要不要龙虾？要不要？龙虾、螃蟹给你，要不要帝王蟹？我带你去吃这个好料，你们意想不到啊！啊，看到吗？这边我带你去吃好料，路上吃这些哦，吃树叶。三八来的嘞。树叶有的吃，那种树可以吃啊。啊。哈哈哈像你可以啊，让我吃这种树。今天我要带你吃的东西耶。就是我小时候一有带我去吃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很开心了。就是麦当娜，这样够好料吗？也是好了，等下老了你不带我来吃，没有老了你牙齿咬不到。不是，那、啊、你要吃什么？我请你吃。burger 咯。burger 不要 low 啊，就吃 burger 那个面包菜番茄跟面包不好啊。他有卖也是可以啊。okay, thank you。OK， 叫我们去前面等，等下拿过来，应该是还来不及准备好。A few moments later. OK, thank you. 哇，你是一拿到的时候就要先吃一条薯条，兄弟。这是你的别登来的吗？你最爱吗？嗯，很有童年的感觉。十年不变的、这种。啊，请你吃的好料满意吗？还没有吃到怎样满意？满意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我看到还没放进去啊。OK 啦，所以我今天这个 vlog 也是很尖尖底的啦。啊，不过希望你们看得开心就好啦。OK， 所以就这样子啦，记得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有分享我的影片。所以我们还有多多支持，我还有多多支持啊！我妈慢慢开始支持我了，以前反对的。OK， 所以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慢慢讲，拜拜。来，你要用手盖学 Yugi。盖着镜头，拜拜。好、啊，这样子，拜拜，这样子盖，拜拜。
你现在有病了。好了，拜拜。